医生让我们吃的药也要按时吃，然后打针就是按照医嘱按针打，然后就会恢复的比较快。我觉得心情很重要。大部分患者症状相似，病情都是属于轻症、普通型的。像这一类病人的话，我们就采取了一个通方，重点关注的病人就得一人一饭，辨证论治，这样效果才会更好。